很简单啊，我爸爸就是医生啊。没有，其实这也凸显台湾的一个教育状况。我也是一个蛮平均的人，高平高，他的平均是这个平均。最好不要讨厌与人相处。我觉得我们家真的太多医生，太气了，瞎冒汗。医学系也是到桥位。今天来访问我们这一家。每当过年就是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但对我来说就是参加医学检讨会。亲戚只有两个职业，第一个是家庭主妇，另一个绝对是医生。今天除了访问我家人，我还特别做了学测题来看大家还记得多少。第一位考生，我妈，眼科医生，自称美食达人，有话直说的饭店评鉴家。我可以整个贴近台北市，帮我拍一下历史的一课。擅长科目猜题，我终于贡献一题了。第二位考生，许院长的妹妹，药师，善解人意，唯一控制得住许院长的人。不要生气，现在是在录影当中。在哦，你不能生气，我现在在照你，你又拖我成长震动。擅长科目国文、生物，人人心中都有的小阿姨，他们今天属于中生代组。以我们多年的经验，应该都会赢这些小毛头。青年组代表，我表姐色温的姐姐。皮肤科医师，抗痘专家，在荷尔蒙的波动底下呢，你就有可能会长痘痘，但并不代表你是内分泌失调哦。擅长科目英语、生物 ，Doctor 王。青年组代表第二位，表姐夫，儿童保健专家，受多次节目邀请，粉专双宝爸的小宇宙。擅长科目数学、生物 ，Doctor 宝爸，至少职业20年以上。第三组新生代代表 ，Doctor 王的妹妹。Dr. 王，大家熟悉的色温牙医师，对口腔情有独钟。擅长科目英语、生物。第二位杰克杨，我哥验光师，精打细算，爱钱一哥，掉十块钱会忧郁。你今天要付钱，你有带钱吗？那你来家里吃吗？你说什么？我又不是带钱，我那份我就吃饭之后都是我在付钱，那怎么会是我不付钱呢？擅长科目社会。第三位我表妹，我是长庚医学系大二，婚礼当天还在苦读的乖学生。Amino acid 有什么？请问？擅长科目全，因为记忆犹新嘛。好，这是我们今天医生的考学测大挑战。国文、英文、数学、自然、社会，你想先从哪科开始？国文。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没什么，超认真，我还觉得他们超紧张、超认真。一、二、三，猜信刀呢，就是会有誓言问题，跟誓言跟秘密好像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就选。然后我觉得我们错，因为我们的 strategy 我们以为是三题我们分开，对，我们已经三题写完了。恭喜，小爱得分。你们为什么选 C？ 誓言跟秘密一定都可以嘛？那没错啊。然后也是把流血去掉，然后因为我觉得有弹珠，所以它比较像跳跃的感觉，就是丢弃。一二三 ，B OK。二三 ，B D A。我觉得我们家真的太多医生，从小到大看下来就觉得医生是就很不错的职业，一直有一个目标在那边。然后再加上我也是一个蛮平均的人嘛，高高，他的平均是这个平均，平均高，这个平均高。那你特别喜欢三妹吗？生物有，就是觉得特别喜欢，就觉得跟人体有关系。特别爱人体，就觉得这辈子应该就是要跟走三类有关。觉得是我们家族影响太大了，让人有一种，如果你今天不走医科，那你要干嘛？如果不走这条路，你就要有很大的决心，就会被念很久，是需要勇气。而且我觉得刚好是因为我也有兴趣，我对人体还有口腔很有兴趣。就是看到家里爸妈都是医生，他想说，那如果我没办法当这种，那至少做相关的医师人员也可以，刚好有机会就是试试看，就走医教这个行业真的不错啦。因为我念建中，然后其他人他们都是对code很强，马上学程式马上就写，我只能抄，所以我发现我不能走纯二类，那所以我就走第三类，就当然就医学系，直接分数填上。就应该是被家里影响有差吧，因为我们家也是蛮多，然后也比较喜欢跟与人相处，这些都 OK 啊，每一科也都蛮平均的，医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很简单啊，我爸爸就是医生啊，我们从小就是被教养要念丙组啊，丙组就是医学系啊。没有，其实这也提升台湾的一个教育状况。其实学生的时候，piece of cake， easy， yeah， piece of cake， easy， easy， 还没好吗两位？还没好吗两位？A 跟 B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甚至我不知道。喂，这个是国语，其他就不然，因为我是老外，你们看不清楚。哦，好。一、二、三。
题是我出的，我很喜欢听的一首歌，然后它里面的一句歌词。Girl, would you kill you just to？ 哎，我也很想哼歌哎。Girl, would it kill you just to grab a？ Grab a？ Girl, would it kill you just to a bit of attention？ 我们报 B， 我们也写 B。B C B 呀。Listening test。觉得现在这些题目出的怎么样？很好，应该 OK， 很有程度。有遇到一些问题吗？就是要认真想，因为这还是默默有那个认真的那个。没错没错，那你们没有把它看在眼里吗？这边完全不是。这边口说才 OK。这样遇到问题，你觉得 ？The student is very late。等一下，你 sorry， 你要搞清楚，我现在搞不清楚，我讲第一章就好了。你们觉得这个题目对你们来说有难度吗？英文有难度，因为很久没讲英文了，就是被模仿呗。我给你们最后。Oh, OK。Hi everyone, it's story time. Now it's year 2000, and now there is a teacher, Mr. Ball. But in reality, he got woken up by the teacher. 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 Yeah. Okay, this is year 2005. The students are having class, and in the class, all of the students are falling asleep, especially the front row. But in reality, it was his teacher that was asking him to wake up. That's the end of the dream. Funny man. It's our time. 2005. Someday, a lady student. His name is Jerry. Sleep on the in the class because she just know how to catch the math class. She don't. No, sorry. In his dream, he become an English teacher and he teach the grammar. Yes. At the end, he find just a dream. Winner is Wendy. 因为我从来不做笔记，就只是喜欢就一直写参考书，一直写新的写新的。因为我从题目中抓到方向在哪，然后我就念那里就对了，就大概是这样。我是做笔记，我觉得很多女生都这样，就是比较紧条有序，然后要把那些内容都消化成自己的笔记这样子。像之前不是有那个北一女的那种笔记，反正我们都类似那种，是笔记做得很好的。天才型，认真型，就每天慢慢安排进度。我每天都有划分自己的事，看你自己有自己的目标，然后不要慌张，是按部就班的念下去。到大学才慢慢抓到念书的诀窍，以前都会去背那些细项，可是我最后发现，其实念书是要先搞懂大方向，就是你观念要先建立，不然他一考，其实你观念一乱，其实就念不好。反正就是很简单，背，然后再考前两个就是每天就是八小时这样。把所有不知道的都记进去，考试之后马上忘光，在我的头脑才能清空，再记下一次。我是想到什么念什么。考试前本来不会的问题，考试前马上会，奇怪。我北一女好像只有多个五分考上去的，医学系也是到桥位。我比较可以提供的是一个失败的经验，是你看我们两个原本智商差不多，但是我可能对于得失心比较重，前一天几乎是睡眠就没有办法，在大考的时候就没办法好好睡觉。所以当人的心态重的时候，其实会影响你的表现。所以我这边应该是可以提供一个比较负面的经验。主要我是提供正面的经验。我本来以为我只能考上中山女中，就考上北一女。他本来以为他可以考上北一女，就要考上中山女中。所以你就知道一个人的得失心太重，对他的成绩会影响多大。本来从中山女中得失心不重的人变成北一女，得失心太重的人从北一女变成中山女中。那今天的成绩看得出来，真正的北一女是这位。下一科数学题。哎，这么容易耶！因为他不让我再选，觉得太复杂，我们没办法想，就写简单的。我要想，他不让我选。啊，好烦哦！我在想第三题了。Easy 吗？我在等他们。各位，第三题完成。数学已经写了差不多十分钟了，没有人答出答案。只要看 B 选甲，注意这句话就好，就这样。
阿妈，你做什么事啊？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在捣乱我。我要想，他不让我想。发生什么事啊？没有，这一个真的。那我要再算一次，我去。你发现要输了？对，他现在怒了，他觉得我会容易出事。对，太气了，现在冒汗，玩的超认真。这是为什么考不上台大医科的关系？老板，其实你真的有能力很高。这样怎么算？数学还可以，高一也不错了，高一也不错了，真的，还不错。这一定会对。三，我猜五。第二题答案是四。我在想这四呢。对呀，你猜太多了。我那时候本来想这四啊。对呀，好可惜哦。答案是1.05，耶！真的假的？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条件。Nope。其实不管是医师、药师也一样，面对病人的时候，你的同理心非常重要，去理解对方的想法。就算你今天是为了一些特殊的理由，觉得医学系比较好赚钱啊，然后巴拉巴拉之类，但是我觉得最终人应该还是要本着他的能力还有良心做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要耐心跟同理心去理解病人，对病人好一点，然后不要只是说哎，今天赶快看完下一个，或者是赶快拿药给病人，赶快 say goodbye 就下班，我觉得这个态度不是太好，因为大部分的科别还是要跟病人沟通，然后跟同科的人一起合作，所以合作啊沟通能力应该是还是要好，然后最好不要讨厌与人相，因为病人也很难搞啊，对，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要跟病人相处啊，跟同侪相处，所以 teamwork 真的也是，对，不一定医生跟医生，你要跟护理师合作啊，你要跟药师啊，然后你跟病人要沟通啊。说现在单独一个医生看全部的诊应该也很少，大部分都会找合作的医生，或者是说像核心集团那么多的，他是妇产科什么什么之类的，突然帮人家宣传。我们到底怎么考上医学系？就像我们都考零分都可以考。对，有竞争，你在有限制的时间、有限的资源里面，你要发挥到最大的极限。走心了，走心了。得失心太重，对他的成绩会影响多大？平，全对。我终于贡献一笔了。战绩大家当然都是全对，总分呢？中生代意外黑马角逐了冠军。其实学生的时候我们被太多功课挤压，所以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你真正喜欢是什么，擅长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教改并没有很大的突破，是大家还是以职业为导向，不是你个人的能力或兴趣为导向，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悲的，因为人的一辈子应该是要让他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的极限，对社会跟对自己个人都是一个最好的贡献社会的方式，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有点沉重，可是好像大家应该要花点心思去想，不管他有没有办法改善，就是还是要努力。新年快乐，牛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这是我今天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你们对于医疗相关还有什么好奇的吗？底下留言让我知道，我有很高的几率可能会拍，可能不一定，应该会拍吧。也特别感谢今天的挑战者，我的家人，我的父母，特别是我妈，讲给你听的，支持我走在 creator 的路上。我们下次见，拜拜。